韩国知名女团 NewsJeans 成员 Honey 呢，在15号出席了南韩国会监察会议时，她一边哭一边说公司出现的霸凌问题。여성매니저분저를지나가셨는데저희둘이마주치고그리고밤에뒤에또죄송해요따라오는멤버들한테그못본적무시해라고하셨어요 NewsJeans 在9月开直播，控诉了母公司 HYBE排挤他们，而成员 Honey 呢15号独自出席了国会的控诉，他讲到的伤心处突然哽咽哭泣，只说公司真的不喜欢他们，而他跟经纪公司高层打招呼也是遭到了无视，而公司呢其他的员工呢还会谩骂。Honey 说到呢，当初想要调阅高层呢无视他的监视画面的时候，关键的画面都消失了，想要复原画面呢却被以超过了保存期限为由打发。而南韩监察会委员长说，这起娱乐圈霸凌的事件之所以会登上国会，主要是因为要保护劳动法以外的新型劳动者，而目前的南韩是有关的单位已经受理调查了。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